持人好，各位专家好。一张钱呢？这是第一版人民币，10000元的木马图。10000块钱？对。那个时候的10000块钱，在当时能买点什么东西啊？按咱们最常用的食物来说，1000元可以买1斤大米，所以说10000元可以买10斤大米。买10斤大米啊？那么这张钱到底珍贵在何处呢？它最珍贵的地方在于，当时发行的背景，我们中国的印刷质量并不好，然后纸张的质量也不是很好，所以说保存下来就本身并不容易。这张纸币它流通的时间很短，多长时间？仅仅只有3年。然后呢，就不流通了。对，然后国家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手相面相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-821-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-821-35。目前人民币的币王，让我们专家看一眼，好的，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？来，捧好了。来，张老师，这张纸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，木马的10000元面值的人民币，真币是真的啊，真币无疑。好好好，花了400多万拍回来的。对，这纸，这个纸币呢，从2005年逐渐从20万、80万一直拍到2011年。他这一张纸币拍了一个460万这样的一个价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样的纸币流行的时间极短，所以呢，在流行过程当中保存是极为难的。这个木马图的这个10000元面值的，在全国保存完好的也就不过10个人，所以呢，他作为我们今天收藏能卖到这样拍卖的最高价460万，是应该得到的。好，真不错啊！谢谢您啊，让我们鉴赏了这么宝贵的一张10000元，感谢您来到传家宝，谢谢。来，有请。灵动，那么这张画就得到了它的精髓的东西。我们看它的线很淡很淡，但是呢，粗细啊还是很有变化的，特别富有层次。这件作品呢是在康熙癸巳，康熙癸巳呢他已经是72岁了，再过2年他就去世了，可以说是黄元祁最后的一件方黄公望的福春山居图，是很难得的。后面还有那个清末民初的王旭的那个题，这个字也对，但是有一点就是说这件作品呢比较皮了，可能借票借得不好，损伤了画面的默契，伤了一点神。据我知道一平尺它差不多得100万，那么这件作品呢是比较。